北京抢宝格丽珠宝展，舒淇把老公抛脑后。宝格丽二日在北京举办顶级珠宝展，请来女星刘嘉玲、舒淇站台。嘉玲姐，北京今天这两天特别冷，看你穿的很少哎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没想到在户外做访问。因为一会儿也有舒淇，觉得她有什么变化了吗？她婚后我还没见过她哎，我等一下要恭喜她一下，看看她喜欢什么珠宝。我叫她老公送。我提醒她老公送。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变化增长，每个阶段喜欢的珠宝都不一样。我现在比较喜欢绿宝或者是翡翠，证明我年纪开始大了。九月初才闪婚的舒淇穿着纯白露肩连身裤亮相，只嚷着内心如火不怕冷耶。你看到里面所有的钻石啊、项链啊、戒指，还有一些新的像蛇啊或者是女神系列的那些珠宝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生动。看到珠宝之后，心里头就有热情如火的那个想买的心态，所以可以 cover 一下这个冰冷的天气。哎，是把老公摆在哪里，竟然还敢这样说。有猫我有婚后吗？今天没有。我们家地位最高的是我们家两只猫。然后你排哪呢？我就排第三。时尚动新闻，老公哭哭了报道。